悠悠跟大家打招呼吧。嗨，我是悠悠。悠悠，你最近听说会唱歌哦，唱一下给美国队长听吧。这是那个毕书尽的吗？啊，那我们你深情的歌，他听到了，对不对呀？你看这是谁？美国队长，美国队长是谁送你的啊？耶，喜不喜欢？我最喜欢。阿 娘、啊、跟阿妈说什么啊？阿妈，谢谢。那我们要来开美国队长了，好不好？可是这要充电池。这要装电池啊，听说它可以动，我们来装装看。看看他怎么动好不好？看起来很帅呢，对不对？可是要按，要怎么动啊？我等下开起来，我们再来看哈。等一下哦，开箱喽，小心哦。哦，好大只哦，有吗？我看看它的那个按钮在哪里，你看了吗？来，妈妈看一下，可以帮你找一下在哪里装电池哦，掉下来了。美国队长，你看，哦，他还穿美国队长的衣服哎。我看一下，他还没装电池啊，这他的那个，你看这边打开就可以开始了。在那这我帮里，你装个电池好了，好吧？还有盾牌，哦，盾牌吗？在哪里？我看。哦，盾牌是要放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们找一下看盾牌该放连哪里。它后面，连它还后是不面。要用，啊，对了，又连它后面，你看，它的背可以把它卡进去哦。你看看吧，可以吗？把它。哦，对啊，你看，这样很帅诶。好帅哦！好，那妈妈帮你装电池了，好吧？OK，好，又要帮我打开吧。有声光效果，哇！美国队长出动！哎呦呦，还会得分入围哦！卡住了，卡住了！有声光效果，前进后退，得退路，哦，进攻了，进攻了，要救他吧！一直进攻啊！你要让他去平坦的地方啊！又进攻了，又好玩吗？又好不好玩？跟大家说拜拜吧！用我的独立攻击，特利！吃掉你！啪！啊！我中弹，你是谁？张伟，你是谁？我是美国队长，美国队长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高瑞，啊！你太残忍了吧！我要跟你决斗！看我的喷射攻击！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盾牌，盾牌攻击吗？对。看我的！我受伤了，战败了，你赢了吗？美国队长，你赢了。
有你有没有讲？耶！对啊，为什么美国队长带着一只蜘蛛啊？因为他想要带回家当朋友。他已经说服这只蜘蛛了。对。他跟蜘蛛变朋友了。对。太炫了吧！所以他现在是他的宠物吗？对。啊，他现在他们俩卡住了，你要不要帮忙一下？